了，老贵了，一斤500克呢。蒸熟了吃，你不早说，害得我差点吃过去，还吃我两根辣条，得给钱。我吃你两个辣条，你还不愿意了？你要这啥东西吗？以前只有皇上才能吃的东西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行，你让我拿走吧。皇上吃的，那蒸熟了尝尝。辣条又没要钱了，两根辣条就打发我了，我得吃个皮烤鸭。你看我对你多好啊，那芋头都给你洗干净了，我都知道哪有鸡了，下次我给你弄一个。先走了。行，二蛋，等你好消息啊。这二蛋有啥好事都想着我。